叶天明，今天我要是打赢了，我当队长，怎么样？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你若是赢了，也当不了队长。新四军是有纪律的，要是谁的功夫好，谁就当队长，那不乱套了？哎，我说啊，陆兄弟，你就好好打吧，啊，我们正好可以看看热闹啊。来，我说啊，你们就别打了，大家都是自家兄弟，伤了和气怎么办？对嘛。 你说你打赢了，对我也没人认识你，你打输了呢，还丢人。小师叔，你就别闹了。聂队长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介意。没关系，香儿，我知道陆兄弟的功夫好，既然你想切磋，我就陪你玩玩。但是注意，点到为止，我不想伤着你。听你这话，好像你赢定了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你要是赢了。 我就给你姓陆，哎，你们就快点吧，我们还等着看热闹呢啊！叶天明，我爱使棍子，你爱用什么兵器，随便挑一个吧。这个就是我的兵器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请。 闭嘴！好了好了，我没输，再来。陆有为，赖皮狗啊！承认。哎呦，输了还不认，你是爷们吗你？你们放心，我陆有为说话算话，以后听你的。哎，陆大哥，现在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，让他自己冷静一下吧。 我警告你，你最好给我放老实点儿。想要我的窝头，那就得问过我的拳头。怎么着，小子不服气是不是？今儿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弟兄们，给我打！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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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小子有两下子，老子今儿就跟你会一会。什么事这么吵？什么人在闹事？ 是不是有人打架？打架的人都给我站出来！是谁打架？不站出来，等一下通通受罚。太君，是他们在打架。你们几个，站出来。 就是他们几个在闹事，你挺能打，一个。
一个打五个，你出来跟我打。 你们中国人，那就是一群废物！来呀！ 陆大哥，陆大哥，陆有为，没反应了，没事没事。啊呸！你一见到鬼子就手软，贱骨头，走。东西，陆大哥，陆大哥。